确定能不能用呢，过两天可能会解开吧，如果不解开就用不了了，不解开就没有号了，可怜。欢迎斌哥，欢迎。为什么要这样对宝宝？以后再也不拉窗帘了，我现在天天把窗帘拉上，贴在床上。欢迎一二三，欢迎。不开了，不敢开了，又反光，太可怕了。恭喜啊，恭喜空白哥哥，今天第一个500倍，哥哥好手气。对，八个宝宝可以加。欢迎 P， 欢迎后进来的哥哥。委屈了，委屈了，要哭了。欢迎 Love Song， 欢迎。当当。没有啊，昨天换衣服，然后没拉窗帘。不是没拉窗帘，对，是没拉窗帘，但是玻璃反光，他们有些人说看到轮廓了，然后就被封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，我不知道会反光啊，反正就唉，什么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，凑合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每一个哥哥都没有先可怜我被封号，都是先说啊我错过了什么，我错过了什么，你们怎么这样，你们不能心疼一下我吗？那个号还能用吗？我不确定能不能用，等待通知。欢迎多多，谢飘萍的哥哥，欢迎晃晃，欢迎火箭，欢迎想你的夜。看命吧，如果运气好就能用，运气不好就不能用了。唉，早知道反正都是死，我还不如在镜头面前换呢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对吧，让哥哥们保个眼福。是不是把号发给我关注一下。嗯，我不知道那个号是多少，等一下哈。哦，我知道，想起来了，7279，对，是这个，我私信你了，哥。一个号怎么能封住你？什么意思啊？管不了吗？对呀，再惹我就脱光了，在大街上裸奔，出去跑一圈。我不知道放几天，心里想的是娇喘几下的美女，不让娇喘。河东狮吼要听吗？嘴上不敢说。等等，这样哥哥你飘了几个？飘了八个吗？我好像没看到八个。河东狮吼也听了，不行，会把其他哥哥吓跑的。大街上裸奔我不同意，为什么不同意啊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谢谢关注，欢迎哈哈。八个吗？我又没看见，谁看见这个哥哥飘八个了？欢迎自由人，欢迎。我每次都看不见，就是眼神不太好。欢迎条幅，欢迎老公。这个哥哥会不会以为我耍赖呀？我没有耍赖，我是真没看见。等会儿我看一下哈。我去看一下吧。我咋变身？搜不到了，为什么？对，那个号现在动着呢，当然搜不到了。哥哥，你是飘了八个是吧？守护五湖哥哥飘了八个是吗？你不早说，我刚才说了，你号被封了，你没听到吗？欢迎情谊，欢迎。
信你了，我待会儿下播通过，不要急，怪我理解能力差，嗯，怪你。对呀，换发型了，喜欢吗？还没上吧？一会儿下播看就能看到了。欢迎你见老公，欢迎。再跳一会儿，再跳一会儿，帅哥哥挑挑吗？帅哥挑我就挑，我很棒，优秀。给你个赞，哥哥。谁还不是个小饼干，咋的了？是不是？不接受反驳，好。全世界的空白哥哥最棒，全宇宙最无敌 ，Number One。飘啊！欢迎小幸福，欢迎。那哥哥们，那哥哥们守护一下，今天第二个500V还没有出现呢，大家可以多上来，多上来飘。谢谢夸奖。对呀，全宇宙你是最厉害的空白哥哥，可了不得了。但是我不会飘。欢迎干我老公，欢迎。老公，你看这个人又来了，不飘就不飘吧。欢迎刘四儿，欢迎。欢迎 super， 欢迎谁？欢迎干我老公啊，专门干你的。欢迎馒头哥。那里人好美，我又不是你老公，使劲干。那个是个男的啊、哦，你们两个男生要干嘛？激情吗？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。